天下卫视打造海外华人电视下午时段最强综艺节目阵容，星期一《女儿们的恋爱》第三季，星期二《天天向上》，星期三《新生日记》，星期四《元气满满的哥哥》，星期五《舞蹈风暴》第二季，星期六《中国好声音2020》，星期日《快乐大本营》，一周七天，每天下午一点，为您带来最新大型综艺节目。锁定精彩节目，尽在天下卫视。